预备时，并不直立。并步接剑上挑，剑尖由下向上挑击，剑柄与下颌齐平。拍步格抱剑，双手向胸前合抱，使剑刃向内格剑。蹲步带压剑，持剑手转腕由下至后做外剑花，退左脚成蹲步，带剑下压膝关节不触地，上步崩挑剑。 左脚上步，剑尖由上向上做外剪花；右脚根部，双腿呈跨步，后腿膝关节弯曲半跪，剑尖由后向前上方崩挑剑。我们再看一遍。